江建宇，啊，这都几个月了，你天天神神叨叨的，今天又把我们带来寺庙干嘛呀？我出家。你出哪门子家呀？就为了个慧慧，你连我们两个都不要了？就是呀，他哪有我好呀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吃个仙草不就完了？你这为了他还出家，你这就是没放下。之前我们俩在这个庙里求过姻缘，绑了个许愿绳，上面写的还愿就是今天，所以我今天我想过来。是不是没这个必要了？你以为拍电影呢，男主女主为那个约定在大结局又重逢，是不是不可能的？走走走走，开车走走走。哎呀，不不不，停停停，别走，我过来，我把这个绳给他解开，翻篇了，过去了，以后在我的生命里就再也没有慧慧这个人了，明白了吧？不会吧，真拍电影啊？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慧慧。你是在叫我吗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，我不好意思啊。你觉得这个灵？这个不是很灵。谁说不灵了？我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。